虽然没能穿上披风，化身超人英雄，虽然你做一呼百诺，万人迷的总统，懵懵懂懂，碌碌庸庸，寻遍宇宙苍穹，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。我不在乎我的平凡辛苦，日子渺小重复，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。我不孤独，再有你的旅途，我就心无旁骛，陪你看日出，在暮色中漫步。笑我执迷不悟，我很满足有你同甘共苦，哪怕岁月仓促，一生的脚步在你灵魂停住，很专注，很幸福。不错不错啊，这几个场地都选得很不错哦。你们有决定订换场地了吗？我们两个是想说先询问过伯父伯母的意见之后再决定。我看这些场地啊都很好，这是你们的人生大事了，就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啊，你决定就好，我没有意见。萱萱，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有空的时候常来家里坐坐，我们可以互相熟悉啊。好，我一定会的。哦，你跟英姐平常都忙于上班啊，明天放假嘛，就一起出去走走吧。啊，伯父，英姐明天已经跟陈总约好要去打球了。哦，我想说我们之后再安排时间。嗯，萱萱，明天我想帮英姐买衣服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块去啊？好啊好啊。吃水果吗？嗯，好，来来来，多吃点。啊，嗯，这有砖呢。还是有约，你还是要去带他，不能偷懒。走走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，刷牙洗脸，不要迟到啊。夏曼曼，等等等等，今天是休息，你跑上来干什么？我爸说你要去打球，要我来载你。不用打球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哎，既然都来了，你就让我把工作完成嘛。好啊，那我等一下下场，你不用跟着，你就在里面找地方喝咖啡，上车。干嘛？我开，我自己开就好了。我司机耶，我开。好，你开。
小姐啊，麻烦以后你下车行动早一点嘛，这紧张的对大家来讲更危险嘞。别气了，今天晚上啊，我就带你飞香港打小人。我又不像你有老公养，哪能随随便便去香港打小人？那随便找个天桥下打应该有用吧？我帮你准备拖鞋。好啊，今天晚上就去打得他呜呜哀哀的。嗯，啊，赶快走吧，那个乐儿还在等我们。两个自己跑去摸鱼吧？不是摸鱼，他在吃肉包。吃肉包？你看他吃的可嗨的嘞！他这边这个设计，你会觉得这个肩颈非常的舒服。真的耶！重点是哦，这椅子是可以旋转的。哎呦，酷哎！电视机放到前面，放到后面左边。谁啊？就是他！到底是谁啊？哎，玛丽，让你整个肩颈啊到手臂啊都非常非常的放松。真的？你起来！干嘛？你欠我一个道歉。道歉？干嘛道歉？早上公车，快道歉！哦，我还以为什么事，只不过是拍拍椅背，有这么严重吗？啊！不止这样子哎，你还撞到我悠游卡，害我差点下不了公车。那你最后有没有下车？有啊。收。收。收。林啊，我们不是要去饭店吗？走。等一下嘛，叛徒！不好意思哦，我自己先开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女人干嘛这么凶啊？该不会是大姨妈来了？喂妈，我到台北了。陈志啊，那今天怎么比较晚啊？啊，对啊，有点耽误到。好啦，哦对了，你回到家哦，那个脏衣服拿到那个阳台，妈回去帮你洗哈。还有哦，今天早上啊，卤了一锅肉，放在那个电锅里面保温，一定要吃啊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家里见啊，拜拜。
姐，你有毛病啊？先生，你一个人吗？我一个人啊，怎么了？哦，我买两张电影票，不小心被朋友放鸽子。想问你等一下有没有空，可不可以一起看什么电影？我很想陪你一起去，可是不好意思，不方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女朋友了。女朋友？嗯。那你女朋友的条件有比我好吗？我女朋友条件没你好，身材也没你辣，而且还满脸青春痘，重点是她腿粗屁股又大。谁腿粗？没有了，开玩笑。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哎呦，你每次都喜欢搭讪这一招，而且我上次一口答应你就翻脸。谁让你每次演都很不像？好好好，我下次全力配合，好不好？那抱一个。哎，你看。干嘛？拍照啊。嗯。下。你在弄什么？记录我们每次相遇啊。我好想你啊，我们大概有半个月没见了吧。嗯，那回家。好，来钥匙给我，我来开。好了，回家去。待等多久啊？超久，我 POS 都换了100多个了，还没出现。100多个。嗯，好好好，那我回去帮你全身按摩，好吗？好。出发回家。好。哦，好了。好了。刚才不是说我很想你吗？我们现在不是在一起吗？哎，不是啦，我是想说跟你单独相处。嗯？车上还有别人吗？哎呦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幽默啊？我是想要跟你。单独相处时间长一点。好，那请问要如何单独相处长一点呢？怎么样？你默认了。我发现你挑男生衣服的眼光特别好哎，那是当然的，这可是日积月累累积下来的，谁叫我们家只有儿子还有老公啊。哎，欣欣小姐，请喝果汁。啊，天一，谢谢你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不用谢啊。欣欣，我发现你刚帮一杰跳衬衫都很好看啊。我只知道他喜欢那个牌子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颜色他会喜欢。会，那些颜色他都会喜欢的。真的吗？嗯，太好了。我看这样好了，不如那些衬衫就算是你送给他的，给他个惊喜。走。
们把衬衫拿去房间里。伯母，英杰这样不在，不太好吧？我过去参观一下而已啊。对了对了，没什么关系啊。我也常常在大少爷房间这样进进出出啊，你不用太介意，大少爷哈不会这么小心眼呐、啊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你们俩就快订婚了，走。嗯，来。萱，放心，进来看看。好。哎，英杰的房间，我总是觉得冷冰冰的，好像少了些什么，是人味还是？伯母，你应该要说的是生活感吧？对对对，就是生活感。以后有你啊，我们家一定会更温暖的。哟呵，萱萱姐来参观哥的房间啊？我跟你说，很多人都怕另一半人前人后不一样，但是你放心，我哥啊，他绝对不会。他在公司啊，跟在家都一样，都非常严肃。哎，怎么这么说你哥呢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你看我哥啊，他做每件事都很成功啊。从小到大，我唯一赢他的只有一件事。你有赢过他吗？当然有啊，这件事那么明显，妈都看不出来哦。你没有发现比他帅吗？不信啊，不信你们看照片。你看，这个是我，这是英姐，哪个帅？就算你再帅，可是啊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而且啊，帅过你100倍。哎，妈，你怎么这样说啊？你这样说伤了我的心哎。继母，伯母，请问照片中这女孩子是？曼安吗？她啊，自从果园那次被英杰哥英雄救美后，整天黏着英杰哥，在那边，英杰哥，英杰哥。好啦，萱萱，衬衫就放在这。不过、你写上字条，让英杰知道是你送的。嗯，好，走吧。我的包。好了，来。妈，你这不觉得我比较帅吗？好，好，好，你帅，你帅。今天也跟我一整天，累了，赶快去休息了。满，你怎么跟你爸一样啊？假日都不休息的，陪了英杰一整天，一定很辛苦吧？不会不会，不辛苦。那晴晴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要小心哦。嗯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好了，英杰，东西放这，房间看看，有惊喜啊。什么？放下来吧。放着放着，先去房间看看，快！什么嘛？快去看看啊！英杰，这是你常穿的牌子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来来来。
经理说要你去公司上班，是真的假的啦？你们怎么知道？当然知道啊，我是从小少爷那边听来的，他也很替你开心的。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跟我们两个人说一下嘞？我是想说要找一个合适的 timing 给你们一个惊喜啊。抬你个头啦！哎，马安娜，我在想啊，总经理做这个决定哦，一定是在肯定你这次的表现。你哦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哦。哎，做得好哦，能够帮郑家解决麻烦呢、啊，很棒的。爸，你现在就是很以我为荣。哦，不止啦！现在你在你爸的心里哦，简直是光宗耀祖了。这个以后开始上班哦，个性哦要稳定一点哦，啊，不可以这样整天嘻嘻哈哈的。还有啊，总经理交代你的事情，你就要尽心尽力把它做到最好，懂吗？嗯，懂。哦，这里安呐、啊，我们家曼安这么聪明，一定没问题的啦。嗯，我相信啊。哎呦。哦、好香哦！哦，哦，真的好香哦！妈，你把握好机会，也要把握好薪水。你这次有功劳啊，你填薪资的时候一定要填多一点，知道吗？哎哎，做人哦，厚道一点呐、啊。公司规定领多少就领多少，懂吗？妈，你说的也没错啊，毕竟妈是从国外回来的，薪水哦应该不可以。哎，郑家是我们的恩人，不可以这样子啦。爸，我知道啦，我会有分寸的啦。好，来来来，来啦，吃龙肉耶！吃龙，来，给，妈，我们最喜欢吃的花椰菜，想吃香菇，香菇，好，好，来，妈，我回来了，来，来，来，爸，小妹，来来来，来，哥看看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有吗？没有。你好像要长高那么一点点，而且越来越女人味了。叮当，你一定是心如姐啊、哦！你好，我是心如。你好，妈。妈，我常跟我提到你，你本人比照片还漂亮。谢谢，你也好漂亮哦。当然啊，你不认识女朋友。不会，走，一起来吃。好好好。哎，阿女儿不是说下午就要回来了，怎么到现在才回到家、啊？啊，人家是牛郎跟织女，哎，难得见面，大家独处一下啊。是啊是啊，而且我们刚好去帮妈妈买礼物啊，所以比较晚一点。对对，你哥跟我说你喜欢苹果的东西，所以我买了苹果饰品给你。哦，这么好。来来，拿礼物。谢谢。看看。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好可爱哦。谢谢，挺挑的，喜欢。夏曼舞，怎么了，妈？怎么会有我第二的发票？你是不是鼻子没有？妈，你不要乱讲，我没有对不起心如。那你没有对不起心如，为什么会有我第二的发票？而且才是今天下午4:04。哦，难怪这么晚才回来。你们也真是的，爱乱花钱呢。黄金家里不就有？哦，拜托啦，赚钱不容易，省着点花啦。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哦，怕家里有人哦，那你跟我们讲一声，我们都配合你啊。知道。哦，妈，你真的很另类，你怎么看的重点都跟别人不一样啊？什么另类？我是在帮我儿子省钱嘛。好啦好啦，不要一直问啦，他们年轻人的事情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啦？来来来，吃卤味啦，来来来。来来来，一起吃啊，心如，吃卤味啊！好，谢谢。曼舞啊，以后啊，真的还是回来家里啦，可以省点钱嘛。爸，爸，真的不要说。吃卤味，吃卤味啊！谢谢谢谢，给你们帮手。永达，你看看英谦这身打扮怎么样？转一圈给你爸看呢。哦。
至少比他衣柜里那些五颜六色的衣服有品味多了。是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品味？我平常穿的才是品味好吗？爸妈，我出去一下。嗯。英姐，等等，你帮我看看英姐这身打扮怎么样？要相亲的。相亲啊？嗯。不错啊，看起来一表人才的，对方女孩子一定很喜欢，很帅。哥，你故意整我的吧？你看，你哥都这么说了，对方一定会满意的。妈真的很希望你能赶紧定下来。天哪，如果真的这么搞，那我的未来不就像我身上穿的颜色一样，一片暗淡了吗？哦，对了。要相亲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家？我听说啊，他的个性很好，又会念书，最近才刚留学回来，还会下厨做菜呢。那就好。重点是家世背景，别跟我们差太多啊。我知道，会注意的。爸妈，嗯，我出去一下。哦。你知道怎么喂他吗？不知道。所以我正在烦恼，然后你就来了。你敢喂吗？应该敢吧。我教你。对 Ruffy 这种音种来讲不难，因为他很聪明，而且很亲人，很容易训练。那要怎么跟他培养感情啊？训音不需要培养感情，他没有感情。没有感情？
没有感情要怎么建立关系？老鹰有他自己生存的方式，你尊重他，他也会尊重你。最基本的就是帮他控制体重啊。控制体重？对啊。是说？对，除了控制体重以外，我们也要照顾到他的健康。嗯。比如说，他的健康最容易判断的，就是他的羽色，看他羽色是否会发亮，还有他的喙会不会太长。他指甲我们有时候也要帮他修。那这个铃铛呢，是万一他飞到你看不到的地方，他会告诉你他在哪里。后面啊，还有追踪器。怎么了吗？发亮哎！啊，你真的很喜欢他哦。嗯，因为我觉得我跟他可以沟通。你要不要试着加加看？我不好吧？试试看嘛，来。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你愿意吗？哦，可以，来。他会不会不想给我嫁啊？嗯，放下手套。好，手稍微举高一点点，多举高，手张开，等他一下。想学开船，来。我已经会啦。来。来啊。感情还可以分得清楚吗？我家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说一句分手是那么累，最可悲是不转身等你挽回。才刚准备好呢，你已经喝两瓶了哦。我告诉你啊，心情好啊，喝酒不需要配菜了。是的你，我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来来来来，坐，要不要喝一杯啊？嗯。爸是在开心你明天要上班喽。这次的表现啊，真的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兴呢。爸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记不记得你出国去念书的那件事情啊？虽然你很争气，读的是公费，可是你知不知道那个机票啊是董事长买的？还有啊，一个女孩子啊出国，人生地不熟，那是董事长夫人啊特别关照当地的朋友
照顾你，安排你吃住，你才有办法在那边生活下去啊。对呀、啊，要不是董事长跟夫人帮忙，我和你爸哦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帮你安排那个留学的事情。对呀、啊，这样你就知道了。董事长跟董事长夫人哦，从来就没有把我们当外人看呢。哦，你怎么喝那么多啦？哪里都嘛，开心啊，多喝一点什么关系嘛？所以曼安，爸爸对你真的是非常的好，开心啊，能够进公司帮总经理帮忙做事情，棒，好。哎，好，你一听他的态度，不要再喝了，我们回房间休息去了。哎呦，开心。喝点酒嘛，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啦，是没有关系啦。但是哈、哦，你明天要不要上班呐？当然要啊。要就不能再喝了啦。啊，哦对哈、哦，哎，再喝会误事，嗯，迟到就不好了。对对对对，知道吗？好，嗯，走走。好，我去洗澡睡觉啊啊，加油。OK。慢安，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小心走啊！开心嘛！哎，你早点睡觉。好。哎，嗯，小心啊。这是公司聘请的教练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英姐，我觉得曼安这一次的表现，他的能力可以感觉出来，他反应蛮快的。那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哥，哇，今天怎么打扮得那么不一样？看起来特别有气质哎。因为我下午要去相亲啊，所以我先来把报告交给我哥。你呢？你今天要去相亲，就认真一点。妈很期待，不要让她失望。我都已经把整套衣服穿来公司了，我这次认真和牺牲，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吧。总之，不要迟到。遵命。妈，新同事驾到喽！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同事了。我有些话想跟总经理说。怎么了？总经理，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还有你对我的肯定。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份工作，对不起。曼安，曼安，你不是要上班吗？跟着我出来干嘛？你干嘛不接受这份工作啊？我觉得应该要靠自己的能力找工作才对啊。我哥这种公事公办的人会让你进公司，得把他看中你的能力啊。而且陈教授的事不是已经搞定了吗？哎，夏曼安，你要有点自信好不好？虽然你以前有点傻傻的，反应还有点慢。我反应慢？你是说小时候偷苹果的事吧？对啊。哎，但那已经是小时候的事了。你现在要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我哥啊。我们一起来公司上班吧。是我妈啦，我接一下，你等我一下。喂，妈，我记得时间啦。好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我这次绝对不会迟到。嗯，好，那待会见哦。嗯，拜拜。阿仁嘞，不是叫你要等我吗？
脑袋不灵光，腿倒是蛮灵活的。曼，我是玉琪哥。你来找你姐啊？嗯。我太任性自私，才会害怕伤心。我的错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，我给不了他的翅膀。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。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你的眼泪留给我收藏，些心碎别白白浪费，人不都是边爱边学，求一个无悔。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，我给不了他的翅膀。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，别让泪落下，就替我爱着他。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